王美霞2011年开始做我的家务助理员，九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为我服务。长期以来，按照华人服务助理部的规章制度工作，从不迟到早退，做足时间，工作认真负责。我的家庭有两三层，地方比较大，但他从无埋怨，太多嘢做，对人和蔼体贴，我和我家人都非常满意。他的确是一位尽职尽责、安分守己、全心全意为老人服务的优秀家务助理员，值得表扬奖励，使其再接再厉，发扬光大，更好地为社区、为老人服务。案主吴其森，8月25日，2020年，呢个系我对佢嘅衷心嘅表扬同埋感谢。嗱，呢度我仲喺度讲几句，佢所做嘅嘢系我出自内心讲嘅，并冇半点虚假。因为我在未识佢之前，同佢无亲无故。啊，我是中山人，在台山工作了几十年。佢是你系边度啊？新会。啊？新会。哦，你是新会。所以咧，未识佢之前咧，大家都系唔识嘅吓。咁呢、这个佢早做嘅嘢，我系如实反映。啊，咁佢嘅工作表现的确的确好。喺呢度，我再一次。多謝華人，同埋多謝阿美霞，多謝曬。